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在昆士普拉辛罗斯福大道。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逛逛街。来到普拉辛，我都喜欢跟朋友们拍两个普拉辛的视频。这里是美国吗？这里是中国还是美国？你们自己回答，这里是中国还是美国？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国还是美国？这里很难看到西方人。这里几个在这里上班，坐地铁，好像地铁修理的吧？今天地铁可能有点修理，有几个美国人。平时很难在这里看到美国人。这左边是罗斯福大道，地铁的第二梯口，这里是七号线。这里有几个美国人在那里等车。这是七号线 ，Main Street。这是去曼哈顿，去曼哈顿，从曼哈顿过来，这里是终点站。前面黑牌子是 Macy 是美国的品牌商场。这里是新世界商城的这个侧门。 Macy 是美国的品牌商场，什么人都可以进去消费，就10块20块就买到正宗的美国商品，在中国可能就是1-2千了，在这里是10块20块。我的左边是这个新世界商城，那里的食品是非常非常的便宜，就是我们说的 supermarket， 货的是非常的廉价。我们马上看到缅甸了，最远处也是一个很大的商城，是美国人店。那里是，但是美国人店呢，它都是对华人的多，内容都对华人的多。那里很大很大。这里是民事队。我这里前后左右都是地铁站，都是到曼哈顿的 Trans Station。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逛逛 Main Street。我们来到弗拉辛，昆士弗拉辛。In Main Street, walk. 我们在缅甸上走路，逛逛街 ，walk.
这个桥是麦哈顿到长岛的桥，叫铁路桥。哦，左边方向是去长岛，右边方向是去曼哈顿。我们在铁路桥下边，我的左边街边是火车站，这里没有人售票，这是自动售票。我们来到了41 Avenue， 我的前方是凯西尔大道，凯西尔大道是弗拉辛最大的第二大的大道，我的左边是明斯嘴。好，前面看到的是凯西尔大道，就是 Q25 bus。我的最前方是Queen's Library， 我的右边街道是 Main Street，Main Street。这个是最东京地带，以前是共产党和反共人士在这里交锋的地方，经常吵架打架。这是美国吗？朋友们，这是美国还是中国啊？大概这个视频我们拍10分钟吧，我马上有事情。今天大概我跟朋友们拍2-3个短视频，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了解弗拉辛。这里是美国纽约客 Queen's 弗拉辛民主队，我的左边是图书馆。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，订阅我的时事政治频道，这个是时事政治频道，我还有一个纯艺术的频道，两个频道。喜欢美术的人的朋友们订阅我的廖德明 A 艺术频道。Thank you so much.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到此为止，谢谢朋友们。Thank you. Thank you later.